这边。哦，被拐过去。表三 C 的鲫鱼，石冰。鲫鱼，啊，又是啊，过过了，猫咪。大狮子，马口鱼，不是马口鱼，西哥，哇塞，听到，它感染黄吸虫。超严重的，至少。至少一千只哦，
哇，连肚子都是，这一尾大概完蛋了，你看肚子都是了，不能再清了，再清会死掉。好了，量比较少而已，有一些很健康啊。色泽还蛮健康的了，哦哟，还蛮健康的啊，那色泽哦，最新的，好吧，回家回家。好，我是吴白啊，现在在这个草湖溪这边，溪流变了，有机会再往下走吧，下面应该也蛮有趣的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